越炒越黑的意大利面，约会千万不能点的口味，太刚好。哎嘿，梅森，我数到三，你们都要来这里吃饭哦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位于台南东区的数到三，这是一家在台南蛮受欢迎的平价意大利面馆哦。店内环境明亮舒服，就连厨房也非常的干净哦。他们家有各种意大利面、炖饭、点心、饮品，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，生意都很不错哦，而且非常受到学生和小资族的欢迎呢。今天梅森点了蒜味蛤蜊意大利面、香蒜鲜虾墨鱼面，还有超级浓郁的奶油松露野菇炖饭。今天点的每一道梅森都给过哦，面条的软硬度适中，调味上也是恰到好处，鲜味、咸味和香气都有表现出来。浓郁的松露野菇炖饭将温泉蛋击破，陪同炖饭根本口口爆级，口爆！喜爱蛤蜊和新香料刺激的朋友就选蒜味蛤蜊意大利面。如果想要来点视觉系的感受哦，我想这个加入墨鱼酱的意大利面肯定是你成为 Rocker 的必备美食哦。